呼唤，云在共舞，生命电视庄严生命的风华。接下来，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能学长老简介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超峰寺的主持灵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起《楞严经》第99集。这集我先讲咧，讲起《楞严经》的第3卷，经文来讲，阿难，逆性沉沦不悟，逆智见闻觉知啊，本如来藏，逆当观处。见闻觉知，为生为灭，为动为异，为非生灭，为非动异。这段文的意思，佛陀安尼讲：阿难啊，你的心性吼，还是沉迷论。沦陷在这个凡夫的境界，未当了悟眼睛的能见，耳根的听闻，鼻根的嗅觉，鼻芳臭，舌根的味觉，怎甜啊咸的，身根的触觉摸啦哈。意根无形的意根的第6意识的觉知会当么想，这六根作用呢，拢本来拢是咱清净心如如来含藏，如来藏啦，如来含藏性的妙用，一切众生拢有清净心，含如来相共的迄个，含藏性，啊，未显起来说做含藏哈，后日显起来就含佛相共。你应当观察，即眼见逆闻。必修、摄想、
心求以低，是生气和消灭，是相同或者是相依不同，也不是有性别的，也不是有相同不相同的。经文搁啊讲，你已经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净明见清净本然啊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智量，如意见经，见诸法界，听求三处，处觉，觉知，妙谛，应缘。遍照法界，圆满十喜，另有方所。这段意思就是，佛陀安尼讲，阿难啊，你还袂了解，你还袂当了知，在咱清净心如来含藏体性中。即个咱含佛说讲的即个清净心内底的见闻修行触觉知，就是觉性的妙明作用。咱六根这拢是咱如来藏中的作用啊，发起作用，觉性的精灵。就是六根妙明根本修藏觉知体性是清净，本来就是安尼哈。体性真空周遍法万法世界，随着众生的心性。应合他们的明了知的含量而显现，像这个灵见的眼睛、灵见的体性，是周遍万法世界，世界上一切万法。啊，就咱一般讲宇宙万有啦，哈、啊，咱的真心实性是骗一切万法的，一切万法不出咱的真心实性，基于的逆境的听闻，逆健康的听闻，逆境的旁草，基于的知影上道咸的甜的。心经的摩擦，心经的摩擦就是啊，咋定的啦，软的，啊，这轻的，这重的，这烧的，这冷的，这叫做摩擦。易经的觉知，得到意识，会当当了后辈生，会当了解，这拢是咱真心的。内底妙明真心的德用的作用啦，应缘明净啊，应缘就是加清、加光明、加清啊，应周遍万法世界，那真心是遍万法世界啊，不是像这妄心。
伫个正五角尖，你来咧接到一项，咱个心就拢白白伫迄项，白到上五角尖，未解脱，圆满遍离十方世界虚空，拄仔讲十虚就是十方世界诶满虚空。安怎像安尼遍一切法，遍十方世界，哪有一直固定的处所，哪有固定的方向啊？东西南北的方向，经文搁安尼讲，顺家发现世间无敌啊，学为因缘，学自然性，该是色心分别过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这段文的意思，佛陀安尼讲：，在目睭看，耳孔听，耳孔鼻旁臭，舌上甜的咸的，身体摸触烧的冷的，内心迄个第六意识的了解，黑白相。拢是依循着众生个人过去所做诶业力而发生显现，业较轻诶，就显较明；业较重诶，就缩较小。世间诶凡夫呢，外道也是小乘行人，未当了知自己的真心实性，未惜执为一切，拢是真实的因缘。小乘啊，你讲执是真心，真实的因缘合合，这是指遐小乘。小乘的学者拢讲，一切万法拢是因缘和合所成的。啊，有个执位，唔是因缘所成，而是无因自然而有的性质。这是外道的执着。外道讲，那什么因缘，拢也是自然而有。这些拢是希望外道人小乘的，外道的自然，会接着一切自然而生，小乘的即因缘和合，这拢是咱的希望心识，先去分别心。推测过度啦，推测过度，就是讲当，就是讲这代安尼生起来是安怎生，小生就讲这都是因缘和合。那像一间厝，就是遐砖啊、遐条啊，几万块砖啊、几万块遐，安尼因缘和合才成一间厝的形。叫做因缘和合所成啊，所以因在用咱迄凡夫的希望心去推测出因缘，去推测讲是自然的，自然而有，这吼拢是一款虚虚的言论。咱佛经讲戏论啦，哈，戏论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，那咧讲开玩笑啊，就对啦。那一般过话讲，讲讲遐，
迄种无意义的遐，啊，哈，做议论哈。啊，所以无真实的义理，无真实的道理去讲，菩萨正法经就安尼讲，诸圣明亮，无所念着，固定虚空，虚空周遍一切，而虚空平等，故明亮也。这就是咧讲一切众生的真心实相。众生的真心实相和如来相共，这个真心实相是光明智慧，所以叫做明亮，无所念着，无这个烦恼妄想的念着，就像虚空安尼。虚空也不是黄的，也不是白的，也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，也不是灰尘。咱的真心是形象虚空啊！啊，虚空是周遍一切。这虚空，你甲讲，伊是四角啊，唔对；讲圆啊，唔对；讲遮大，讲大啊，唔对；讲小啊，唔对。拢无这分别，虚空是遍一切处，无所不在。那真心是成就像虚空啊，遍一切处，无所不在。啊，虚空是平等的，无咧分讲啊，遮较好，遐较歹，啊，这较白，迄较乌，所以是明亮的。咱真心是成智慧嘛，是安尼，是明亮无分别心。如来藏经安尼讲，一切众生虽在住处啊，烦恼心中有如来藏。相无念有德性具足，如我无异啊！讲一切众生吼，拢有佛性，有诶真心实性。啊，虽然讲众生伫六道中轮回住处，住处就是六处啦。有当跋落地，到有当啊出世脱生。你看脱生，伊嘛是有佛性诶，伊是去互蒙蔽吼，迄罪业、烦恼、妄想、罪业蒙蔽，砍掉咧，显未出来。所以虽然伫迄个六道中轮回，啊，伫做众生时，心内遮侪妄想、烦恼。梦想就是黑白想，烦恼是去贪嗔痴，去贪心、恶毒心。伊虽然满心拢是梦想烦恼，但是伊个真心是性，并未失去哦。这个伊个真心是性，就像明镜，遮光明。啊，去了梦想烦恼，就是像。用吃一个灰尘，用到迄个镜拢袂照，所以，迄镜的光明并未失去，只要遐镜顶的灰尘、梦想、烦恼去掉，真心实性就显起来。所以，这都叫做如来藏。如来藏含如来相共，为啥加一藏？藏就是要包含的哈，你有迄个真心实性含如来相共，可是啊，即卖也未显起来，哦，妄想烦恼侪给包掉咧，那是藏。
上无染污，啥个镜并无，真本体并无染污，可剩到八兆就好啊。得上吉祥。含如来小光真光明哈，含如我门意，就是讲含我释迦佛小光。宝经来讲，真如此法啦，自内所证，非有文字能施设之。此法超过一切文字言说，其气论故。讲咱一切众生的真如实性，就是真心实性。哎，这真心实性如来藏呢？迄不是用伫迄文字上、伫迄言说上、伫迄个计较，是由自心、家己坐禅所证得。所以，不是文字会当描写。唔是用迄个言说来当讲出，所以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到个迄境界吼，言语拢讲袂出来，啊文字更写袂出来，所以是超过一切，即系文字言说，迄就是咱讲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啥意思呢？唔是像咱。一般人将不可思议当作讲干吼，足奇怪的话都不可思议，唔是安喏。经中的不可思议也是真高的境界，就是讲到咱迄境界吼，拄仔讲心内所证，不可思就是袂使用心去想，不可疑就是袂使用嘴文字去描写，啥都不可思议哈，嗯。我本人离开台湾外东，回到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法院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47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过来。啊，那是在个技术随意在都寄开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成有订销会来加套。安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上，无咧卖，还去救济急难。搁收几啊孤儿，用智能带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众女众，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人生。啊，咱遮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菩萨。迄是300年前，台湾知府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。啊，我家己嘛得到一大灵感。我8-9年前，予人诬告陷害，将顶法呢，得。判第一摆判无罪，到最高法院已经判3摆无罪，伊还要继续上诉。我求咱观世菩萨讲要加解救，有一人就望见观世菩萨了，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。结果无偌久，真正最高法院哦，就将伊的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摆提袂出人证物证。啊，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达三审定谳，经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教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东洋古刹新桥红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红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投资标股，迈向财富自由。欢迎你，让我带你走向成功。哦，跟着老师就赚了10万哦！我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啦！注意，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，50万包你吧，只有10个名额。我要加。网络投资陷阱多，稳赚不赔是诈骗，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。幼儿专责医师陪伴宝宝走过0到3岁黄金发展期，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整合性初级照护。不止宝宝看医生，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。每次见面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。11月1日起，宝宝出生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，医生神队友，一生好帮手。今仔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有道心，不观听寡母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吃斋过午不食，随喜。